炮火声中一阵黑烟扬起，基德舰模拟发射鱼叉飞弹，对敌军实施舰对舰攻击。20艘国军舰艇在海上编队操演，火力全开。F-16 也来空中支援，水面上基德舰、拉法叶、沱江舰、锦江舰，只要喊得出名字，海军现役最强战力，通通来报道。这次海空联合操演可以说是精锐进出，除了记者现在所在的基隆级军舰，还有海底的舰龙潜舰也一起出席参加。国军大规模海空操演，蔡总统首度登舰出海，就在习近平南海阅兵之后。没有所谓的不别桥头的这件事情，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，那我们今天来也就是要来测考我们国军的准备的情况。13号星期五出海演习，总统府国防部苦心安排，虽然实兵不实弹，但却动员暂时才会出现的62特遣队，照进对岸意味相当浓厚。记者陈勋一顾上去 SNG 小组宜兰报道。